阿嫂，搞得蛮多了。来我来。干嘛？小心烧焦啊！来我来我来我来。搞得蛮多啊。那个差不多。上面还有点多。我们在里头算啊。那我还是弄别一下子。上别打。那个地里蛮好吃的。可以回家。这个很好吃的。谁回家？嗯。我的这辆，我这个辆太重了呀，这么个肉里面多了的，哇，全部熟透了，哇，好大一个肉，毛毛的，靠那靠一个一个一个树去摘，都干了，炸了好多，嘿，炸弄炸很大，你要炸你都干嘛了？呀呀，哎，你还留着这辆锅把面过了？你金飞娃干，老你们娃娃抓，别回家了，饿了。我不是去娃子锅，我的家都没家你娃子锅。牵起来，走走走。哎，那爷，爷，你妈每个星期还真是每个星期陪的啊！啊，妈每个星期陪的还真是每个星期陪的啊！陪啊，每个星期都陪。给你挺好些啊，很好吃的。哪里这东西啦？啊，今天打给你，这我多少钱没给你包？小杨上你来了，到底养几点娃子生气的啊？你小杨到底羡慕你娃等的是不啦？没你来得噻。哎呀，这个李子再不摘的话，他就坏了。这个，主要这个枝摘不摘呢？喏，嗯，这边的枝噻，嗯。那我们那个地等的噻，到那地等噻。那那帽子几当戴吗？嗯，飞奔又飞。戴吗？那帽子几当？我不要。因为你给多少肉打过西塘，你就拿着西塘去撒。给他给你不做上到西塘去，你要不做上市啊。你不知道我给他打的。你给他打的。哦，这么多。好漂亮一个个的。好大一个个的。你给他把给横个站了，横个不知道在哪里。你乱乱乱乱都打了怎么用。那这个呀，要两个都要。嗯，真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这个现在能摘的，只要能摘得到的，全部要把它摘掉。在明年你有雨，嘛那一起很下雨咯。对，它只要一下雨。嗯。它就掉。炸痕。哈哈哈！你要炸痕，炸痕的，要找结果的啊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就看这几个。哦。哇。哦，呀，给我做。哎呦呦呦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被我捡到了，在这里呢。你要是对着那小子那个麻的来了，那啥子的飞机？让他给你炸，给你给炸那个，再给你炸了讲。那给你有。是要炸了，再闹得不好家当。飞飞，你晓得两件了？闹得在很远的，还不好家去。那一点动静别来，我不谅解。那单根的是不好叫，就是想要上一单俩，当娃都要上西天了。西天，我的肩膀你还我的个闷的更登了是吧？真是，你上羊来当奴才嘛？哦，给买，别买，改好消息。肯定不买个奖了，就是接一年不接一年了。啊，那今年很少的话，就明年很多。那明年是明年就不接了。你这个今年不多嘞，算。你不知道去年好多嘞。这样子吗？嗯。哎，去年我过来好像没看到啊。你的，你的。给什么的油刀嘞？油刀不是你的啊！哎呦，给不是你的啊！你的，你的，你的油刀。别转小，不要加刀子。我给个灯，给个灯丝，你看到底是你的还是油刀？这个应该是你是吧？是油刀，不是你的。你那是你要装没？就是那干我的地啊！给他个油刀。油刀不是给我子，油刀我去。大姐啊，不要摘完了，还留点给飞欧哥他们摘。哦，还有一个哥哥要来摘啊！他等会就过来了。电流噻，他等下摘空气的。给那这里，那个那这里，给电流，对对对，麻烦了，这没接到。你乖，这个就给大嫂他们带回去，快点走，不然等下就没了。说的去了，这个别跟我说的，这个哥哥太多了，只要一个哥哥都要留一点啊。对，分不完的。哈哈哈哈哈。留了，多了点呢。下来嘛。那我留给他们来摘啊。啊，留给飞瑶哥摘。啊。嗯。好呀吧。好呀。给弟弟。给个什么大姑摸的药，洗完摸的怎么大姑嘞？大姑药给装一下去嘞。哎，你给他打个药给他。这个得哦，摘这个三四个月，真的长得蛮好。你要不？慢慢，哎呦！哇，你看这个皮儿。摘几滴？一包就掉了。好可以，好多好得的。你知道大嫂是怎么发现的吗？阿姐。啊。官方又讲了嘛，对。大嫂是看了我们的视频发现的吧？这样子吗，大嫂？啊，这个是不有这点过分。大嫂，那个官方没追踪，大嫂是我们老七，天天都在关注我们了。
大嫂说我们的桃子在哪里摘的，也我要我们也要去摘。梦妍也不搭理我。不可能。今天叫梦妍。来嘛，接下来带静儿姐扎道理啦，道具。扎到等你带我呢。哪不晓得道理？我这就好跟你讲道理。我还没扎几顿呢，不晓得道理没得。我带你去了，你们你们高的噻，你三个米的有得福。别的还不用带个米的。朋友们，这个就是我大妈的大公子啊，那个就是大妈的儿媳妇儿。我听说你要来摘李子，我特意把那个上面的又大又红的留给你了。看看我袋子没有？这么大个袋子。还有那个大哥大嫂在这里摘，甜不甜？甜。走，我特意叫他们留了一点，我喜欢吃。我爬上去，你上还是我上啊？啊，你上还是我上？都行。我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刚刚都爬到上面去了，爬在上面去了啊。我在下面用草棒接啊。啊。我这个可以。哇！哇，这上面的好红啊！好红哈，嗯，我说我特意给你留着嘞，我还爬上一截，这边能不能？那个李子树还是不高哈，不高，没有太高了也能摘不到啊。飞亚哥，哎，其实精品了都在上面。哦，这个烂了，那个坏了，烂了。它上面的就是接受阳光啊，它接受的充分一些。对，嗯，它长得更大个一些。嗯。要爬上一截才好。这里有一个。这个李子今年结的好稳。啊。去年没有，去年应该是雨水多了。你想结它应该会结吧？啊。只是说可能没结那么多，雨水多。雨水多。像去年我们那边樱桃都没有哎，都没得吃。哦，这几个漂亮。你把拉住啊，你把拉住我来摘。啊？你把这个拉住就行了。好。哎。哦。上面还是青的。啊，这里可能是照不到太阳。照不到太阳这里。嗯。哎呀，你摘的这几个都是精品的。嗯，这上面的，嗯，虽然说数量不多啊，嗯，但质量好，嗯，这个一看就好吃。没有鱼没了，不要的，有鱼吗？到底没多少鱼。上次在这个里面放了笼子，捞起来没鱼嘞。嗯，我应该有好深哈。嗯，估计有点深。我们那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别墅哎，啊，在后面呢。啊，谁的呀？我一个堂哥家修的。哦。这里别墅是好啊，这里空气又好，嗯，又凉快。就走这个路里面进去，也没多远。哦，我们去看一下嘛，走。这里进去哦。别人家的别墅有什么好看的？看一下人家那个别墅修起来那种风格呀。看一下了，你们到时候也可以修个别墅啊。啊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哦，李子也基本上没有了。李子啊。嗯。摘完了嘞，还有什么？阿姐啊，就今天是老爸的生日哎。哦，对哦，是老爸的生日哈。哦，对哦，你还没记住，还梦言记住了，你还没记住啊？哈哈哈哈哈。我记得了，我刚刚，啊，对哦，我刚刚那要摘李子，我一下子搞忘了。摘李子忘记了哈。哦，只记住李子了，馋嘴猫。然后打电话给老爸。啊。喂，妈。啊。哦，带做饭了。我在那个，我在带包厢。哦，小丫儿了。哎，小丫叫我。哪位？他那个太监，他刚刚抛弃的。哦，他外公也来了是吧？外公来了，我们在外头耍，在路上耍。哦，啊，今天是你那儿的生日的嘛？跟弟弟一样，生日年年都是生。那一年也只有一次啊。老爸，喂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啊，生日快乐。
那我能不能说年年十八？估计不能喽。希望老爸啊。老爸老了，我说哪里年年十八岁哦？说你年年十八，你就开心哦。我不干，我反着了不开心。说你年年十八，你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。妈哟！已经转眼变到白头翁喽。白头了，没关系，我回来了，帮你把白头变黑头。带你去搞啊，爸。哎，你看你生日，我们也没在家。啊。我还是给你准备一个大红包。啊，准备一个大红包啊。啊。不需要了嘛，到时候你看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买嘛。不需要了。那这个是需要的，这个是应该的啊。这个是应该的。你巴不得哟，还不需要我在那里。爸，爸，我跟你说，妈不在，我跟你说，妈不在家，你就拿着这个红包到街上去转一圈，喜欢什么买什么，买点想吃的想穿的啊。哦，你这样说啊，等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是吧？这样说你老妈又要骂我了，又要吵我了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什么时候骂过你哦？嗯，你说老妈在拿着钱在街上去潇潇洒洒，肯定她要骂我哟。那妈在这边，我带她潇洒是一样的呀，他不会骂你的。你去你哎嘿嘿，你去潇洒吧，我不会骂你的，尽管潇洒哈，不会骂了。你个人去潇，你个人去潇洒，肯定他要骂我。不会的，老妈都发话了，他说不会骂你的。说了，你尽量去潇洒。今天你是老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你是老大，今天你做主。那你老妈，你要听见了，还有没有阿杰梦梦也在躺着坐镇了，你不要。别骂我哈！啊，那方你不骂人就是美上天了，还有我。反正老妈都发话了，我跟孟爷两个都听到了，这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逛了。啊，只要他发话了，我就敢嘛。啊，那老妈就祝你生日快乐啊，身体健康。嗯，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。对，猫哥嘴，我也是祝你生日快乐哈。老子你给我说说么子地位。哎呦，我的礼物那个啥，晚点回来给你补噻。补空气。我记得那一年你生日，我给你送了一个铁饼礼物的。啊，等下我回来也给你送个铁饼礼物。祝你生日快乐哈，年年是吧？那就这样嘛。啊。看阿杰牧言，又很有孝心，又跟老爸。老爸呢，还是。有两句话回馈你们嘛。啊、嗯、啊，好，你说。就说呢，转眼了，现在您就说了，人生呢已经到了末年嘛。没有，还年轻呢。我有几句感言呐、啊，就什么呢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沉寂当年骑竹马，转眼变到白头。你又在念古诗了？就是我的感言呐、啊。啊！但是我这个年纪呢，我的感言是什么呢？当然那个可能也代表大多数老人这个他的感想，就是什么呢？平平安安才是真。嗯。健健康康才是福。才是福。好啊！我就猜到你要说什么。哦，你老妈猜到了。啊，好的，也感谢老爸，也感谢老爸给我们，这个，送来的这个这两句话啊，我们会记在心里的。好好好好好。啊啊。好好好。啊。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好。哎，好好好。好。那得把我的这个豆腐的开心点了哈，开心开心哈，把那个生日果开心点。我开心，有你们那个小心老板很高兴。哎，好的。啊，那挂了哈。啊，挂了，好。哎，好。给老婆转1000块钱红包啊。啊。让他自己去买一点。嗯。衣服啊什么，他吃的那些。他要打扮的漂亮，然后再来见老妈耶。
分给他了。后面是谁呀、啊？看一下。嗯。谁呀、啊嗯？啊？你在后面瞄什么呀？啊、你害羞啊？我在看。